分配完了以后，收回来，我看爱甲你洗洗甲写落去，
养成习惯了，哎，这样的话，我们当盘主的不用后面在那边又看他没话，又先看他死，对不对？哦，所以说沟通就是这样的，对。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的交通指挥专业人员，也就是我们的宝宝来帮我们分享那个交通指挥的那个技巧。我们接下来用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宝宝。来，掌声欢迎我们周宝宝。潘主任，各位一二三场的看盘的小朋友，大家下午好。好。来，大家下午好。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高雄市湖内分局湖间派出所的义警。我姓谢，那谢永波。那平常我也有自己的工作，那每个月的部分，我会到派出所那边协助执勤。那也承蒙班主任的爱戴，班主任也是我的哥，他就帮我安排到说交通组这边，做一些交通的，我认为应该讲说导入吧，不应该叫讲说这个指挥啦，因为。还是我平常就是在那边，协助大朋友小朋友，他们上下课的安全的部分。那我今天想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就是一些交通导入的经验，跟一些要领的部分。那我。是在高雄市湖内区中山路，也就是刚好在省道的旁边，而且我们都金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那个省道刚好在弯道，一个很大很多弯道的地方，在那边虽然有设置一个红绿灯，但是常常会有一些用路人，骑机车的用路人会想说，那个并不是很大的一个十字路口，所以他常常在那边。会有闯红灯的现象，应该是说贪图了一时的方便了，可能就会不知不觉的，就从我们前面那边这个红绿灯的部分，他就不知不觉的开了过去，很容易，而且很危险。那我们如今翻的部分，我们交通法律的部分，我们是要确保我们所有的孩童。跟我们的家长能够在上下课的期间，的一些安全。那因为在读经班，各位读经班应该也都是在晚上的时间，因为晚上的时间会比较昏暗。那我们在路口那边做执勤的时候，也能够警示一些用路人，就是说，前面有人在那边，我们因为有穿着反光背心，所以。不要随意的去闯红灯，那边是有人在进出的，最主要是有一个警示跟警惕的作用在那边。那像如果说以家长他们到读经班的时候，之前班主任还没有设置你交通导入的时候，常常就是看到你会看到这边一台摩托车，那边一台机车，那边又一台脚踏车，很乱。真的话，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说，在这边交通保护的时候，他们来的时候，我们请他按照顺序的部分把车子给停好，摩托车就停在摩托车的位置，那汽车就停在汽车的位置，这样大家只能有序，要下课然后也不
会乱成一团。那我们会准备的部分，哦，我们个人会用到的部分，会有那个三角锥。那我们三角锥上面会装那个红色的指示灯，哦，让它一闪一闪的。那再来是反光背心，哦，这是必须要的，因为我们在晚上的时候，那远远的部分，用路人，汽机车的驾驶人哈，他远远看过来的时候，会很明显的就是看到有人在那边做交通管控的动作，哦，他也不会再加速的去往前冲。哦，那还有一个就是指挥棒的部分，指挥棒，哦，通常我们是用来打车或是说指挥我们这些汽机车，哦，要停在哪边，哦，因为晚上的时间，它也比较容易辨识说，哎，我们人在哪里，哦，跟我们要请它停的一个方向的部分。那哨子，通常我会再佩戴一个哨子，那这个哨子是非必要，哦，因为有时候哨子就是说，我们要告诉对方，哎，现在是什么状况，哦，我们用哨音来警示他，哦，这个是看大家的需求，有没有这个需求，哦，如果有的话，那当然是最好，因为就是一个互相的一个交互的作用。那我们导入的时间，通常我们读经班是在八点的晚上八点的时候开始，那我们导入的部分，哦，会在7:45就就位，哦，因为你到八点的时候会有陆续的人来，哦，甚至说有时候像班主任讲的，有些人在7:30他就已经来了，我们7:45可能会有点晚，但是我们刚才都是7:45开始做导入。那到了上课的时间是八点的时候，所以我们通常会导入到晚上的8:10左右。那下课的时间是在晚上的9:20，哦，就会陆续有人下课。那我们通常就是，9:30下课关系。那我们通常在9:20的时候，我们就会就位。那可能就是导入到9:45的时候。那正如刚，早上我们班主任所讲的，很多家长他可能到10:00还不离开啊，所以我们可能会一直在那边站，因为我们是要确保所有的家长跟小朋友能够安全的离开。哦，通常我们大概会站到大概是，就是看所有的家长离开了，我们才会安心的下车。这样子。那这边有几个导入的要领，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进行导入周围的作业的时候，我们会把三角锥放在距离你读经班的那个红绿灯哦中间，大概距离读经班的部分，哦，大概10到15公尺的部分，哦，那我们会给我们人大概就是站在距离读经班哦5到10公尺的部分，就是在那个红色顶三角锥的后方。第一个红色警示锥可以提醒公路人，也可以保护到我们自己，哦，可以提醒他们。那我们穿反光背心，然后手持那个交通指挥棒，哦，比如说我们这，前面是那个红绿灯，我们是面向红绿灯的部分，就是来车的部分，哦，要背对的，因为这样你也看不到什么车辆，我们是要注意前面来车的状况，哦，这个很重要，而且是要保护到你自己，万一真的有什么状况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时的反应。哦，因为我们省读经班是紧邻的那个省道，哦，它晚上的时候是常常天色昏暗的部分，所以我们其实最重要的部分还是要在注意说小朋友他上下课的时候，不要让他乱跑乱跳。对，一冲出去，外面就是死道，真的很危险，哦，真的很危险。那必要的时候，我们就是以手持交通指挥棒，指挥机车停车的位置和顺序，还有离开的一个顺序部分。那这边最后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那个导入的成效。首先的话，真的很感谢你们读经班班主任。哦，
个设置轮子的那个给予安心的一个上课的空间。那台北国际班是会在台一省道的旁边，往常期间有那个汽车往来的一个部分，常常就会听到说会有闯红灯的现象。那各位可想而知，当有人闯红灯，这边又有人过来，那后果是什么？真的很严重。我曾经叫我们国际班前面好像是上。对，大概前两个礼拜、半个月的时间，就在刚好在读经班的门口，我们在交管的地方，在讨论的地方发生车祸，所以真的蛮危险的。我们这边是导入的工作，最主要还是那句话，就是增加我们人员上下课的一个安全。那以上是我的分享，好不好？谢谢各位。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除了读经班，还有一个解经班。这个我想应该是大家很想要了解的，为什么我们会有解经班，会有家长成长班？怎么样从读经班跟从解经班跟家长成长班，怎么样让这些家长能够成长，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来这些活动的安排，这些后来甚至可以参与我们的道场道路的工作。接下来下午的时间就是。怎么样从读经班变成道场的这样的这样说明？我们接下来请农方讲师跟我们分享家长班跟解经班。我们掌声欢迎，欢迎老师。
为以前，我们新来参加那个预言圣堂，除了游赏所，我们是修复单位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大专班是一起同班的。那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大学生嘛，然后就会，因为前两天的那个冬天的，就是那时候的那个热水，就是身上有保护的体质，所以冬天是没有热水可以用的。那所以呢，就会变成说冬天来的圣堂这里开大专班，然后现在回我们全台开大专班这样，然后就这样持续开大概四五年的时间了。对，随后也知道说这个得拉出来。然后这里这里有蓝多的，然后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很神奇，原来可以这样子设计。好，那然后就非常的就是，也是原本觉得这么的奇妙。那在更早后学还是高中生的时候，然后学来佛堂过高专班。那时候高专班的操持就是我们的，就是班主任是老师，所以就是我们都是那。然后现在变成是都一起进入补习班这样，所以有时候缘分是非常的奇妙。好，那因为补习班的那个解经班或者说家长班呢，它事实上并不是那个规划内的班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这个补习班起头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设计说我要开亲子补习班，它跟大家一样都是。一千普通的五金班，然后来因为一些因缘，然后就转型成为跟现在的这一个亲子五金班。对，那然后那它为什么会变成亲子五金班呢？很简单，就是因为招生人员的关系啊。怎么说？如果你的小孩子是一个幼稚园或者小一、小二的学生，对吧？那经过他的五金班，你放宽心，他可能在五金班里面学东西。应该是不放心的，应该就是平常，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在起招生的时候，我们就限定年纪是小二以下，那你就发现自然变成亲子班，因为他是有父母的，他有上课的钱，就是有钱拿，所以起头是班主任自己的小孩子，他就是在那个幼儿园，然后班主任的只是那个幼小的家长老师，他的小孩子。是幼儿园这样，然后就把这家长给接了，所以那时候就会家长会陪伴这样。那家长会来陪伴，然后现在再找一些周边的一些亲戚，或是工厂的一些同事过来。然后，那他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家长会在，他就说他可以帮忙这样。所以，就不是大家听到那种说啊，一定要求家长会来，因为家长会来要求他回去，并没有这样子，就是他很少会去亲子会。那之后慢慢的这些小孩就长大，然后长大到国中老师就变很大，那国中说这边就是补习班上课的起头，然后后面我就在那边逼我认识一些那个国中生，那其实你国中班是不是经营到我这些小学生，比方说到国中班到五年级之后，他的课压力开始变很重，根本就不会想念，因为学生做什么。那是什么？就请他们，就请他们。那我们是说啊，我们读了这么久的这些文理墨子，那是说一句话，那是所以，因为这样子，那我请这些已经班的这些同学上学一下，各位同学，所以当初补习班也不是为了家长，就非常纯粹是因为真心想把小孩子带大，然后他上了国中，然后后来到小学补习，然后那因为持续补习很辛苦，他学的很全，就是不需要只是在画个方式，然后就能解决，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开补习班。那开了这补习班之后呢？慢慢的就有一些是有些不错的开始是公平的，所以像前面这两位，但事实上是别人是他的小孩子，那但是家长有时候不是帮着他们的小孩子，我想不错，那这些孩子有些小孩子就是上高中，然后要是在读书，就学校寝室，
学这些还是很重要的，这些长期投资下来的是很好的学生，所以他就很希望说，我有一个双国上学的学生，对，但是我是一个老师，然后我就转到这边，对，那是因为这位是妈妈，妈妈也是很有喜欢，因为在上国上学的时候，所以妈妈也是。所以，如果一个读经班是慢慢的有那种走势，这样子啊，他会觉得有价值。好，那只是刚开了，就需要有师资，需要有宣导师来上课。那如果说刚开始的话，就需要有师资上课。然后，那这样的老师要上课，我不去大陆还是这样子。看的是那个频率吗？不是说几课之内。先看一下那个落选的上升比较，这个是我们看的一些课程，然后这个是我们看的一些课程。那然后你会发现里面要学习课程两个，课程五个，这是一次，这是几个半年级的半年级的下半年级的师资这样子。前面这两个是我们新的新的讲师，一个半年会看新讲师其实是怎么加入的，然后后面这一些师生是。就是说，我们早期的社区很新，很新，非常的依赖外勤的讲师，我们请教怎么样？所以看我们的那个梁家峰老师，张文贤同学，他自己本身是外勤的那个讲师，然后来教我们如何做方法这样。我说还有认识到外勤的一些新人，更请教怎么样去解释，然后他也慢慢产生一些联系。那是无法复制。就是如果是在说朋友想要拍家长班的话，那你不认识他成为讲师，那你不可能说透过那个成长，然后这个八公五点八成为讲师，那你可能来资源的解决方式是不可能。所以后来我们就说有变化，我们就把一些就是学界或者是其他有一些学长、有一些讲师，请他们过来做资源的。那或许他会觉得说我们是很像的，然后学习的工作也这样子。但是如果只是星期六晚上或星期五晚上，其他还是很自由，因为我是很幸运是很自由。因为星期五学生就很自由，不是他没有工作。星期六晚上，那学生在家是很自由，没有工作的。所以把读书班的时间这一些都是很多的，以前是学生可以变的。所以我们就透过他们，然后用他们的专长。所以就发现说，这课程比较适合年轻人，然后就是来做资源。所以，那给大家看一下课表。那只是呢，有的课程这样子表，我说每次都来做做笔记，然后做通告算好的话，如果以毕业生来说，如果以毕业生来看的话，现在还没有想到这一些。可以排对排挤，我们可能是在做设计师的那个课程，对不对？需要慢慢的把它成型，尽量达成那个样子。所以那时候决定用一个方法，就是在这课程里面到最后你上一堂三好休息，然后前面上一堂上个三期，我直接会上三个。那会这样子排呢，就是。要怎样把树叶藏在树林里面？你要怎样把树叶藏起来，就把它藏在树林里面，然后别人就不会觉得奇怪这样子。好，那候选意思就是说，当今天这个家长班，你不要多排一些很深很好的课程，你尝试的排一到两堂那个就是一到三堂课在里面，然后对这一些家长班老师，他是可以接受，他是可以接受。那当然比较有些技巧，就像刚刚同学的那个发老师同学那个什么，对，然后就是带，然后带次带下来，然后上很多课，就一个晚上没有讲课，只有做三堂学习。这是排的方法。然后另外，我们那时候在排，因为希望，因为你如果一个月排一次，这样子半年的话就是排四次。半的话排四次，那你排一排
是自己家长班，自己家长班，自己班自己来班这样。那上品大学，我看到七十个直升机，家长班的课程，然后马上排了7个直升机，因为基数变大，所以加上小数学，然后看他有，然后你可以看他的反应，然后随便反应，然后接受这样子。那反应我可以接受的话，或许就可以在几千班上课的过程当中去尝试带入去到什么班里面，大概是这样子。好，那然后国际班需要开一种大家都很喜欢的开机子，那这就需要你们。就是说，需要有一些讲师，他们会讲这样的课，或者讲这样的课这样。对，那或者需要就在自己的那个就是图书馆里面，尝试邀请一些讲师来讲讲看这样。那很多都是第一次在图书馆里讲，通过家长的课程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再去建立起他们的信心。对，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图书馆的相信力很强，如果有任何讲师。所以因为大家其实很有信心，所以可以让一些讲师，可以让一些讲师来做一些尝试。那事实上来讲，自己都想很好，只要你肯做这个事情，他就会被家长知道，然后让他们做一些关于他的领域扩展。慢慢的这样子也经过，就是什么，就是跟家长的讲师变多了，然后那时候他们知道，认真去对这个领域，而且有趣。是这个问题是最有趣的。那在那个几千班的教材，就是我们一开始是用这个 G 阿给学一下，这个英语判词的书有3本，阿给看一下。好，那然后它都是我们从阿给开始写的书籍，英语判词其实是用。然后我也选的是四页的这些书，然后英语看起来非常有趣，有趣是搭配，有趣是它编排的方式。它虽然用的是英语的章节，但它的题目都是很大型的题目，然后它里面是很大型的题目。那所以产生了三发挥的时候，它有用到这个题目，然后把英语那些章节。是完之后，它可以做一些延伸，延伸性大型的活动之类的。那这样子就可以给家长一些，就是说一些这样子。那但是你可能会想说，那这样子是来读书的，对，这样子是来读书的。然后是他俩，然后就是这样子。那你去讲这些，我谈的这些。或许觉得说那个去罗盘，对，其实是一种习惯的样子。就像大家现在在带孩子嘛，跟家长带他小时候，其实久了之后，他就已经习惯礼拜六或者礼拜五晚上就是要去补习，他就习惯去那边的。那今天晚上他没有去，那感觉怪怪的。然后那天晚上他没有去，那也没办法去，但是他感觉还是时间。所以因为他习惯是两层，那当然阅读班花了到两层的时间啊，就是他能够到知识班这边，或许就是应该从阅读班开始到五七的时候，或者是应该有些多的七八的时间，对，我不知道大概是他有，因为初七阅读班开到七八到十点，然后之后才有五七阅读班，那所以刚刚空的就是一种班的班长，对，所以那。那也因为上次可以解释为什么后面那些东西消失在那边，因为它就是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所以大家也不能够急，要花一段很长时间慢慢进行它的习惯。那习惯性写之后，然后再来解，就可以产生一些发展的过程。好，那就是这个。然后，那我们后来把流理讲完，所
有什么要清楚的话，这样才会。事实上还不太大，但是可以就是这样子。好，那有些提示，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起头是因为就是小孩子长大，所以他下来，就是他就下来就是解析嘛。那家长他为什么想要解析？他就是想要解析他，因为我们是因为这样子解析的，所以在那个补习班的那些家长是在用他的小孩子做补习，他是在那个补习这样子，那除非他的小孩子可以下来解析。不然这个家长其实说不太能够下来，因为就是家长家长他可能还愿意，所以有时候你还有家长还愿意比较有趣，像我们说，因为他是做那个大沙发这样，我们想到什么有没有想到我们做点教学，那大家就很有兴趣，因为是大沙发，又是以前看自己这个小孩子，而且我现在长大，在可以教大家一些就是产品上的东西，然后那天看一下。但是我不是这样子的话，就是那家长想要一个是但是你主要就是要把是做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解析班的师资是做学院，对，那尤其我们本来想英语做得很好，它的原因是跟我们所有情况没有关系，但是一点一点一点嘛，所以我今天挑了两三张，然后就请小师过来做分享。然后是这次我们有时候请小师是讲有关于孝顺的部分，小师讲有关于讲有关于文学的部分，这都可以来参加本书。但是我现在都已经讲了，我现在讲清心经，我就发现清心经没办法去切割说，那请这个人讲清心经的什么，清心经什么，所以就变成是后续自己。哦，那讲到最后，就是或许觉得，我不知道怎么东西，因为或许是对于道家是教的有气的，所以原来在教的时候，我听道家是有四边讲道家是，然后那就没办法气，没办法气，那一个没有气讲自己气，就是在那个气。然后那讲起来的那种讲起来的那种后果就是家长学的是倾向这样子所以当时我只跟我们说那接下来到我的节目就要到你来那个一张小孩课程然后学习跟我爸就是这样子那你这个部分就还要想办法去就是先停止那再来有一些未来的展望。第一个，我还是希望说能够实际处，就是我们自然现在的国中班能够做转型，已经成为基础初班，甚至不要转成为家长班的基础初班，因为大部分都还是不便宜的。那家长可能能够说，那出来就要去上课这样，那希望说我们能够协助他们做一些转型。然后再来是在那个。发育组的那边，他们事实上有针对补习班的家长单独开法会，就是说是有新手来的班，然后又想请补习班的家长这样子。那或许他记得说，就是曾经说老师有在某一班补习家长法会的法会里面，有对补习班的家长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今天大梦办到哪里，就把母亲带到。哦，母亲带到哪里，他就能够带到哪里。啊，对，我们就让你做这样子的那这样子的话，现在母亲家长也会收拾。所以，我们只是能够尝试着，就是真正的家长能够开大型的班，让各位学生也是认识的。那我们有尝试着是在去年的几年有办过两次的那个，就是。亲子补习班的对，然后就是同一个场地，然后把补习班、补习班的学生、补习班的家长，然后把他补习班、补习班的学生、补习班的家长，然后三个人
望所有这些家长能够来了，然后他放心的把小孩子放走，然后我们能够去做一些尝试，来请一些帮忙。我就是希望他能够有点大的帮忙。那然后办了办办了两次。也刚刚讲师哦，这么详细的跟我们解说啊，读经班、家长班、家长解经班的经营啊，道路如果还要再持续的话，就不只是读经班，对不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刚才我们刚刚讲上课，可能大家都有没有听清楚？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家长班上课的时候。道义成全的模式来做，来，大家想讲，哎呀，他们都不懂耶，他们听，要不要听？不，一定要听。哎，你怎么样？讲师怎么样把这些道义放在家长讲座里面？哎。怎么样把我们的那个道学讲义放在家长的讲座里面？那个是讲师的功力。然后我们就看我们什么样的讲师能够啊做到这样的一个功力，这样的功力，让家长逐步来适应我们读经班的家长的讲座，就是。从亲子之间的互动课程，进入到道学道场的这样的道学教育这样子，这个是一个过程啊。一开始的话，当然是要跟大家谈大家最喜欢的亲子教育讲座，哎，对吗？这个大家都很喜欢听，哎，怎么样成为一个优秀的爸爸妈妈？怎么样好好来带自己的孩子？这些亲子讲座，那我们要请专业的讲师来讲。对不对？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先生有没有这样的功力，像后学，包括后学的话也不敢讲亲子讲座。你看，然后到场传统的讲师，当然要够得力，那些亲子到底有没有比较够？但是还好，现在听久了，后学会慢慢分析，大家下一站一定要传给你啊。哎，所以说我们说家长成长，五进班要能够成长，家长要先能够会成长。对，你家长你的脑袋要没有翻转的话，你就会像我们传统的家长一样，搞明明科学要考第一名，对不对哈？你考试一定要不要考第一名？那如果考试考都考第一名，那人格教育要成长的话，他书会读得很好，但是以后做出社会做人做事，那就不一定很 OK 的，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要教育家长的目的就在这个地方。哦，你家长的那个观念要能够改变的话，怎么样让那个孩子他在品格教育过程中，他愿意来接受圣灵的这些经典的教化，这是家长观念的重要。这是为什么要？
只要开始这样成长教成长讲座，很多关于亲子教育的那个理念的改变，对于那个经典读经的那个理念的改变，都在这个地方可以跟家长可以分享。只要家长改变的话，你的刚把传给囡仔来读经，哎，对不对？对啊，所以说家长成长班重不重要？重要，重要。对啊，那第二个解经班的部分，我们以前我们传统的佛台，会像第二生产这么大，用一两公尺的路基路啊，边七点路啊，对不对？是。哇，这老兵哇得了。可以装一百个、两百个、三百个，哇，这个佛堂太大了。但是这么大的空间的佛堂，只有一个空间，对不对？对。你刀啦，中工，沙洞楼啊，跳下楼顶，拢去做活动，对不对？嗯。你叫活动拢几百平的啊嘞，哇，太棒了。啊，楼卡拢全部拢挂了，挂了，哎呀！啊，结果要开班的时候，像我们这个讲堂这么大的空间，一个读经班来开，30-40个人在这边开，剩下的空间就闲置、空着，对不对？好，读经班在这边上读经班，家长班在那边上家长班，你看累，回去呗。会不会干扰？对，一定会干扰。所以要思考那个第二空间的应用。空间一个单独空间不要一定很大，但是你要有第二、第三个独立的空间可以使用。那个就是你就像我们一样，三楼佛堂是读经，解经班；四楼讲堂是，四楼教室是读经班这样子。那看哪一边的人数比较多，就是场地会互换。那甚至我们就像刚才像那个摄影原始，摄影原始的话，又要读经又要解经，还要摄影班，他那边乱。哎，楼下的客厅，一楼的客厅可以用，一楼客厅可以用。好了，我们还要开烹饪班，又要读经又要解经，又要摄影又要烹饪四个班，因为得水到谁来推班？同样一个佛堂，怎么样开四个同时间的联席班会？所以说这样的那个思考，我们都要脑筋要翻转一下。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的佛堂里面有多少个空间可以利用？从开始的时候小小的一个空间，怎么样用让这个小小的空间利用变成未来慢慢的变成大？这个就是不同空间利用，然后我们不需要人多，但是。你这个空间几个人，那个空间几个人，那个空间几个人，这样可以分开的话，从我们读经班开始，幼稚园小小的那个读经班的幼稚园，跟国小三四年级的那个读经班，这个两个阶段是要分开的，对不对？你给他第二喜欢玩那个外孙，那是呀，第二代大五六年级的小朋友一起读经，还不好，对不对？连读经班他都可以区隔的。好了，读经班上了六年级后，就像我们刚才的话，讲师讲的要上解经班，对不对？那从幼稚园读到五六年级，读了五六年级的一个电讲经，一个读经语言，都不理嘞，对不对？我都读了那么多的经，你还叫我读经？好，高兴。所以说我们才会有解经班。所以说这两个，就是第二空间的利用。这是大家一定要思考的未来，就是好了。除了这个以外，也有可能小孩子上，小孩子读经，大人要上，家长成长，就是两个空间要同时利用。这些观念我们都要先建立起来啊。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空间，我们才知道怎么去利用。这个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先到我们休息一下。下一个部分呢，再跟大家谈怎么样从读经班进入到什么这样的这个运作。谢谢大家，我们先休息一下。请起。感谢讲师慈悲，先到鞠躬。
分到鞠躬。我真心的一点赞，谢谢老师。那各位提醒，我们稍作休息20分钟，到2:30，谢谢。